有自信的女人呢其實呢就是最靚的，無論呢你是高矮啊、肥瘦啊、胸大胸細啊，有自信呢做回自己呢其實呢就是最舒服和呢就是最吸引的。這是我品牌的理念。你好，我是黃雨詩。六七年前呢就我開始構思這個品牌，發現呢買 bra 的時候呢就找不到自己適合的 bra、有些就會很厚 pad 啦，咁啊，有啲就唔啱心水啊，就算啱心水嗰啲，可能咧個價錢又比較相對比較貴，而且個 fitting 咧又未必真係好合身啊。咁所以咧就喺幾年前啦，就諗住有自己嘅 brand 啦。咁啊，從構思啊理念開始啊，到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學一個 bra 究竟係點樣做啦。我內衣嘅品牌咧，其實咧著起嚟咧特別舒服啦，咁同埋咧係用翻最傳統嘅 cut and sew。而且咧，價錢咧亦都係非常之相宜嘅。從幾年前嘅網站開始啦，到年幾前我哋有咗自己嘅實體店啦，咁啊一定有自己嘅支持者同埋顧客嘅。作為一個小品牌，其實我哋面對緊好多問題，例如我哋譬如呢個實體店啦，租金是非常之相宜，但是可能就未必咁旺啊。咁而今年我哋亦都係面對緊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合作開嘅廠房咧，突然之間關閉咗。咁雖然有新嘅廠房同我哋合作，咁但係會有好多最低嘅產量啊，同埋附加費喺入邊嘅。咁我哋成本亦都增加咗。咁我又唔想加價，因為好似同我哋最初嘅理念咧有少少背道而馳啊！我哋又想價錢相宜啦，咁而且咧我哋又希望有好嘅品質嘅產品俾到大家嘛，咁所以大家嘅支持咧非常之重要噶。我哋現有嘅品牌咧其實有五個 fitting 嘅，只要嚟我哋鋪頭啦試咗嗰五個 fitting 啦，咁之後再買或者喺網上買嘅時候咧就會慳翻啲時間啦。另外海外的朋友我們都會盡量用電話和視像電話去幫你找出適合你的胸圍尺寸。除此之外，我們其實的品牌也研製很多 non-wire 即是沒有鋼圈的 bra， 也研製很多功能性的內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品牌，請支持我們成為我們的會員。你不單止支持一個本地的品牌，也支持我們去研製更多的新的產品。請支持 Mimi and Me。